2021年7月26日，星期一，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累计确诊1.94亿人，累计死亡415万人。在澳门，大家均戴口罩，照常出街饮茶吃饭游乐玩耍。今天是星期一，上午10:05，气温30°C。跟我看一看疫情下，澳门水客的天堂，水货集中地之二的华大新村第一街。Let's go。华大新村第一街长约110米，位于澳门北部，东接观察马路，西接巴布沙大马路，横跨华大街。这一区是水客的天堂，也是水货的集散地之一。近年来，穿梭往返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水客人数有上升趋势，而且成分活动更为复杂。众多水客在现行法规规定的规范下，每次携带少量的生活用品，每天多次出入境，靠赚取两地商品的差价为谋，或赚取代工费为生。这其中就出现了零散水客和职业水客之分。通常职业水客拥有一个水客头目，负责将这些货物派发给水客并开出票据，待通关交货后，水客才可以凭票获取代工费。自从改革开放后，水客现象就一直存在。80年代初中期，水客多数在澳门收集旧衣服，带到珠海高价出售。当时海关对携带衣服的件数有限制，水客就尽量将衣服多穿在身上过境。曾有水客一次过关穿17件衣服的例子。80年代末期，水客主要以带洋酒、洋烟、小电器和彩色胶片等为主。90年代则是传呼机、手提电话、春药以及洋烟、洋酒等。近年来，除了洋烟、洋酒外，则以数码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、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为主。总之，水客所带货物以差价较高者为导向，为了贴补生活不足，做个水客带个护肤品、包包啥的无可厚非，也不犯法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华大新村第一街长约110米，位于澳门北部，东接观察马路，西接巴布沙大马路，横跨华大街。这一区是水客的天堂，也是水货的集散地之一。